好，这两天天气好热，很多女性呢肌肤容易出油，现在有业者他们就强调保养品是可以控油跟美白。夏天皮肤容易出油，哦，那我们的杏仁主要是控油焕肤嘛。那这次除了杏仁这个系列的保养品之外，它又添加了，哦，美白的成分。好，业者特别找来是美妆老师李佑群合作推平价的保养品，它针对的是中性而且呢偏油这样的肌肤，或者有些人会长痘痘，这里头添加温和的杏仁酸抑制出油，希望炎炎夏日大家也可以有好的肤质。休息一下广告。